胡歌回来了，三月初赴美游学后暂别荧幕，让许多粉丝相当不舍。近日趁着学校放假，胡歌回到上海拍摄广告，一头奶奶灰造型真是帅翻众人。29日跟以超短小兵头出席某公开活动，心情大好的他还当场大秀舞技，帅气的倒退滑步，一发现有人来才赶紧转身扣上扣子打招呼，如此可爱的模样全被侧拍下来，让粉丝忍不住心动表白，大长腿老胡，老胡帅炸了。事实上，力求低调的胡歌到美国后的一举一动仍备受关注，同时传出许多谣言，粉丝也心疼喊放过我家老胡。日前出席活动被问到接下来工作安排，胡歌笑回，我一回来就打工，暑假打工吧。